恩妮串冇家教 ，Jam 公开道歉。前辈你好，嗰日其实我喺旁边睇咗你好耐噶啦，只系唔敢过去打断你同朋友倾偈。如果咁样令到你觉得唔被尊重，真系好抱歉啊！知道恩妮话你喺大球场做 show， 见到佢招呼都唔打啦，串你冇家教。啊，寻日咧就即刻喺微博同埋 Facebook 公开道歉，喂，惊形象插水咧。啊，早排咧先暗串完商台叱咤颁奖机制唔公平，俾人哋围插。不过你担心恩妮睇唔睇到你嘅道歉之际，你啲 fans 已经即刻喺恩妮个微博度，唔见得你几有家教咯。恩妮，讲真未听过喎，以为你真系大姐大，哼，小气到死咯，仲话系前辈，同罗文同期，梅艳芳嘅老前辈啊，连人都唔识就闹人。你想平息件事，你班死忠帮你搞大佢噃，希望你哋嘅事唔好变下一个佢哋啦。